中国、位于太平洋西岸，面积960万台。平方公里，趋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为基地上，加国独立和整个欧洲的面机积相等，人口是3亿，是亚洲最大国家。有5000年历史，是世界是打古文明国之一。China the second one.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，或为于1949年10月1日，所以是也一直是中国的国名字和美国的7月10日一样，中国的土著民族在北京不是人口也仅出国以前，Sorry, starting 超过。超过以前1600万人由著名的天安您稍等，广场紫禁城天坛颐和园长城等等。